学习华文参考系列量词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学习量词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架飞机。架，用于有支架、有机械的东西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枚火箭。枚，用于弹药、火箭、地雷等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颗人造卫星。颗，用于枪弹、炮弹、人造卫星等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艘宇宙飞船。艘，多用于较大的船只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架直升机。架，用于有支架、有机械的东西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部宇宙探测航天器。部，用于机器或车辆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个降落伞。个，通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人或事物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架航天飞机。架，用于有支架、有机械的东西。谢谢观看。